我代理赫本。 Bingo。 来，喝点水。不是，你就一直这样很久了，你不累吗？不累啊。你就这么喜欢奥黛丽·赫本？对啊，你不是喜欢她吗？我就花心思研究了一下她的造型。哦，你误会了，我是喜欢奥黛丽·赫本的电影，不是说喜欢奥黛丽·赫本的造型，你明白吗？啊。 那我白费心思了，没，这样挺好看，那个展现了你的另外一面，<笑>是吧？那你可不可以陪我看他的那个《罗马假日》啊？《罗马假日》可以啊。 为什么不让公主最后和他喜欢的人在一起啊？爱一个人不一定跟他厮守一生啊，说不定遗憾的爱情才能更久远。